歡迎你啊，歡迎你啊！咁啊，之前我有見面，係我有見面啊！呢個世界真係細，都係啊！咁係你見過見過你，你街坊嚟㗎，你哋會唔會街坊啊？係直情係街坊嚟嘅，因為我哋佢何律師係我哋嘅法團嘅律師嚟嘅。唉，冇錯，係啊，我有30個，你話俾我聽邊個？翠桃居，翠桃居，翠桃啊，係翠桃居，你叫咩？好，歡迎你，歡迎你。咁啊，林博士你好，你好，林博士你好 ，OK， 好啊，好啊，好。咁佢就咁咧，我麻煩咧，你就要 set 個麥嘅。好啊 ，OK， 咁就政府喺7月尾公布一地兩檢嘅方案，計劃喺西九設立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法律，涉及基本法落實。同埋一國兩制嘅將來，高鐵效率同埋。討論嘅內容主要是圍繞一地兩檢，政府和關注團體都有很多觀點抌咗出嚟，很多 arguments 亦都有人做個懶人包嘅。咁好啦，咁而家我哋究竟作為一個市民，我哋嗰個判斷應該擺喺邊度咧？我哋應該信邊個呢 o k 咁同埋咧，我亦都想問探討另一件事，就係話喂喺呢件事上面，政府會唔會重視公眾嘅意見 ？OK， 咁今日咧，我哋好榮幸邀請到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律師。Okay, Hello， 大家好。就嚟到啦，咁同埋咧時事評論員同埋一地兩檢關注組嘅成員梁啟智博士，係大家好。OK， 咁就同大家剖析一下呢個一地兩檢嘅方案嘅。咁大家睇緊咧就係個直播版，咁遲少少會有一個編輯版會出街嘅。咁就睇緊直播版嘅朋友咧，歡迎喺 Facebook 嗰度啦，就提問意見啦，表達意見啦。咁我哋嘗試同嘉賓直接做個 interaction 嘅。咁我哋係咪有條片嘅？係啊。OK。咁我哋睇下去咗片先，睇睇一地兩檢個事件嘅介紹。政府喺七月尾公布一地兩檢嘅方案，計劃喺西九設立內地口岸區，執行中國大陸法律，涉及基本法落實同埋一國兩制嘅將來。高鐵效率同埋香港法治究竟點樣平衡呢？同一個議題，兩種演繹。在政府宣传中，乘坐高铁只需要48分钟就直达广州，而关注组团体就指全日往广州的不停站高铁仅有一班。一地两检方案是否真的能够令到香港搭上全国高铁的高速列车呢？8月25号，好了，咁就目前政府就话需要从本地立法出租西九的总站咧部分樓層就俾內地政府嘅，就等國內嘅執法人員咧有刑事執法權喎。咁呢件事咧就引起咗社會嘅爭議嘅。一地兩檢咧點解有乜必要性咧？我可唔可以問咗啊何議員先咧？一地兩檢點有咩必要性？係咪真係有咁必要性？我又唔會一定要 defend 呢個 position， 因為呢個係純粹政府佢個方案。我只不過就係、是都係最近推出嚟嘅。我喺嗰個角度裏邊瞭解多啲咁多。我冇任何嘅喺呢方面話明確嘅立場裏邊話一定要一地兩檢，不過從法理方面嚟講，你係點樣分析啦？同埋日後嚟講帶出嚟個經濟嘅裨益喺邊度？世界上冇話一定或者唔係一定嘅，係咪先？只不過你付出嗰個代價幾大同埋嗰個成本嘅啫。咁一地兩檢按照我嘅理解咧，就係、是英文叫做 collocation 啦，佢有一個叫做
CIQ 啊，係咪咁啊？即係有 custom 啦、immigration 啦，同埋 quarantine 咁啊，即係檢疫嘅通關嘅制度。咁佢現時嚟講咧，即係喺高鐵，大家都明白就全國而家行到成20,000+公里，好長。咁啊嚟到深圳咧，就會唔會搭埋過嚟香港？咁最後經過七年前討論，話要做啦，咁亦都花成接近成900億，條數都未埋單。咁而家有數出超多，好多由呢、這個。MTR 去負責，總之呢一橛由呢個落馬洲去到我哋而家呢一個紅磡呢一邊個位呢一邊咧，即係西九呢邊個位咧，就全部就係已經一條好昂貴嘅鐵路。咁由嗰度之間嗰度得嗰10+公里到嘅啫。咁究竟而家一地兩檢就話係咪若果要跳上個火車之後，一經過個深圳河都唔使理會去邊度啦，就總之你去到你自己。嗰、那個最終嘅目的地都好啦，咁嗰度你已經唔需要再通關，因為喺香港已經做咗出境同埋入境。咁嗱，呢個就係佢要講嘅嘢。不如係咪應該即係、就是、要 balance 翻啊 ？OK， 咁啊，梁博士，你嘅 position 係點樣樣咧？嗱，好簡單嘅，我哋已經起咗個高鐵，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就話依個好似係既成事實啦咁樣。咁但係點樣去執行？點樣去運用佢咧？其實仍然係有好多嘅討論空間嘅。咁我諗做任何嘅即係公共嘅決定都好啦，我哋一定要諗成本同埋效益。咁喺效益嗰方面，咁頭先何議員都講過啦，我哋唔想即係浪費咗呢個基建。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要諗下成本嗰一方面，即係究竟我哋喺付出有幾多？尤其是而家喺個社會入面，喺司法方面有好多疑慮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揀一個疑慮比較少嘅方法，但係都可以做到同等嘅效果嘅話？咁我哋咁應該係一個比較兩全其美嘅嘢。嗱，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哋真係想高鐵發揮最大嘅效益先算啦，其實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取消中港邊界，我哋有得即係呢個唔要回鄉證，唔要回港證，即係大家就嗱，保證你班班車都爆嘅，係咪先？咁但係香港人一定接受唔到呢樣嘢，個憂慮肯定係即係過唔到，咁亦都即係會喺基本法22條亦都搞唔掂啦，係咪先？咁亦即係話對於效益呢個問題咧。其實是有些底線我們過不了的，那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政府這個方案是不是過了一些底線，令到我們香港市民太大憂慮了，我們不如不要這樣做，我們想一下其他方法。明白。Okay。 那我們正式進入那個討論那個情況，就是說究竟是分兩部分的，第一部分先，一地兩檢的司法安排，那就高鐵站建立的口岸區在香港境內的，但又不屬於香港，現在的報告是那實施大陸的 法例的。咁呢個政策，首先我最擔心，大家都成日都諗嚟諗去嗰陣，係咪違反基本法 ？OK， 何議員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從你個角度睇嗰個法理依據喺邊度咧？即係政府個 proposal 嘅法理依據。按照如果我哋所睇到咧，即係佢嗰個 CIQ 就話，大家一地兩檢喺現時設計嘅。西鐵嘅嗰、那個西鐵嗰、那個西九嘅高鐵站下邊 B3 basement 嗰度咧，就分前後部分。咁啊，總之咧就係港方呢一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內地嘅嗰個 CIQ 嘅管轄範圍。咁呢一個咁嘅做法係咪可行咧？咁喺法理上，我純粹從個角度睇咧，絕對可行嘅，冇話唔得。咁但係會唔會話抵觸咗呢個基本法嘅22條啊？或者抵觸咗其他嘅有關我哋嘅基本法嗰個精神咁樣，咁我就會覺得這個唔會，點解呢？因為純粹係喺呢一個重於係方便民生嘅活動，並唔係話去到內地有個機構嚟到之後咧，喺通過呢一個 B3 咧就無限擴散，由嗰度嚟講咧影響曬成個香港1,060平方公里嘅面積。所以咧就將呢個內地嘅法律咧就直接引入香港啦。咁呢個就我覺得不切實際。實際上嗰個地方裏面咁樣俾佢過嚟得唔得咧？絕對得嘅，因為嗰、那個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講基本法第一條裏面啦，我哋香港係中國嘅屬土一部分。咁然後第12條咧就係、是、香港係直屬呢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嘅一個直轄市，所以咧就佢賦予咗香港有乜嘢咧？就高度嘅自治。但係除咗兩樣嘢，就係呢一個國防同外交。咁若果呢一個咁嘅土地本身屬於國家，只不過俾香港自己一個 SAR 嘅自管咁解。但係為咗方便某啲工作要進行嘅時候，呢一個咁嘅方便工作咁講咧，會跌入去邊個框框咧？
就會係屬於國防外交裏面一部分都得，因為逢係你關口裏面咧，必定會涉及到有national security， 因為有個保安性喺度，個逢係關口一定會有國防嘅元素。第二咧，唔係淨係純粹自己市民嘅出入，因為關口一出入咧，佢有個 immigration 嘅 checkpoint 咧，你又一定有外國嘅使節都經過。如果係的話，喺咁嘅情況裏面會俾出嗰個所謂叫做外交嘅禮遇啊，或者嗰個 protocol 啊嗰啲嘢咧，都係屬於係呢兩範疇啦。如果用咁嘅角度睇的話咧，第一個大原則係屬於係自己中國嘅領土部分。然後國防外交是保留翻中央人民政府自己處理的話咧，咁呢一個情況 B3 咧有前後區咧可以理解，亦都係通嘅。OK， 咁就我啱啱收到個問題，咁我一陣間先處理呢個問題。但係我啱啱就聽到你何議員你所講嗰個咧，就係話嗰個你頭先所講就話嗰個喺個關口嘅處理係涉及到國防外交。係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梁博士有冇回應呢樣嘢，或者係嗰、那個我哋更加關心嘅，其實就係嗰個違反基本法嗰個問題。我諗我哋睇清楚而家香港政府提出嚟個方案究竟係點樣咬先，即係你話做一地兩檢係咪一件有益嘅事咁樣？咁你要睇下點樣做先得㗎嘛？係咪先？如果佢做個方法係唔好嘅話，就算佢目的好咧，都唔可以俾佢做嘅。咁而家個方法似乎出咗問題，個方法就係要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去賦予一個權力俾香港政府去放棄佢本身有嘅權力。嗱，呢個一個好奇怪嘅一個講法嚟嘅，即係我哋理解賦予權力係應該你攞多咗啲嘢㗎。咁但係我而家賦予權力你去放棄一啲權力，咁究竟係多咗定少咗呢？嗱，我哋呢樣嘢係好令到香港市民咧係會擔心嘅，因為如果我哋容許香港特區可以透過基本法二十條去放棄一啲本身有嘅權力嘅話，我要問啦，下一次會放棄啲咩權力呢？如果香港又出現一啲咩特殊嘅情況，係令到香港特區覺得我又處理唔到呢樣嘢啦。舉個例，而家23條過咗20年都未立法，會唔會有一日又忽然之間喺度講話，我呢樣嘢似乎處理唔到喎，不如香港我哋放棄呢個權力，俾呢個中央幫我哋代我哋立法啦咁樣樣。呢個憂慮係存在嘅，咁亦都係關乎到我哋點樣理解第20條。20條係咪用嚟俾香港特區放棄權力嘅一個問題？因為其實同埋咁啱都有嘅，我有網友就咁問嘅，咁就我諗呢個問題應該係 address to 何議員嘅。咁佢話：好啦，咁我哋放棄我哋依照基本法放棄呢個權利先。個底線喺邊度？你個人覺得個底線應該喺邊度？我哋好簡單，香港個我哋自己嗰個基本上個核心價值就係而家現時我哋嘅生活嘅模式啦，係咪？喺基本法裏面要保持50年不變啊嘛。咁我哋生活模式裏面有幾個核心嘅價值，譬如好似我哋嘅法治，用係一個不成文法啦，我哋有言論自由啦，我哋有行為自由啦，我哋有信仰啊，諸如此類咁樣，乜都有。嗰個係喺 Article 27裏面已經寫咗出嚟。咁其他嗰啲咧，我哋嘅生活模式啊，我哋係點樣啊？咁亦都係已經陸陸續續寫咗，即係逐樣都已經喺基本法裏面有。不過嗰個就50年裏面咧，由1997年去到2047咧，這個就好清楚，我哋就係會不變。但係不變嘅意思就並唔係話完全不變嘅。咁但係因為原先嘅政治理念咧，就係話俾中國佢俾香港墮後，然後我哋香港呢個保持50年係慢慢向前行，不變，起碼唔會衰過以前嗰個位置。然後中國會自己追翻上嚟，等於好似蘇伊士運河咁，一條船要過嘅時候，兩個水位要平到，咁然後先至可以使得過去。咁即係容許一個嗰、那個兩地嘅差異有個時間嘅空間去追翻平衡咁解嘅啫。咁係啦，咁蘇伊士或者係呢個巴拿馬都好。係咩？OK， 咁啊，唔好意思，咁就喺咁嘅情況裏面咧，就係一個政治一個嘅安排。無論點都，我哋嘅權益啊，應該唔會衰得過以前咁解啫嘛。我諗呢個真係需要跟進一下，即係個權益唔應該衰過以前。而家基本法20條嘅引用，正正就係我哋要面對呢個問題啦。因為有一啲嘢係我哋以前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引用咗基本法20條之後咧，我哋喺西九嘅範圍之內咧就做唔到啦。嗱，我哋同唔同意呢樣嘢？呢樣事好唔好？或者係咪真係咁大問題？係另一個討論。咁但係最少我諗喺一個。好明顯，我哋見到嗰樣嘢就係話，一旦我哋用咗政府呢個方案，政府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有一啲本來香港人有嘅權利咧，因為基本法20條而放棄咗。
係啦。咁會令到就拆，即係去翻我頭先嗰個問題咧，就話佢今次放棄得呢樣嘢，佢下次會放棄啲乜嘢嘢？咁我諗呢個先例係絕對不能開嘅，即係我哋係咪應該揾個第二個方法嚟做一地兩檢，而唔係用基本法二十條？好，非常之好。咁就其實你啱啱頭先嗰個就帶咗去下一個問題或者討論嘅嘢啦，就話嗱，首先阿 Sir， 咁我哋話喂好奇，當真係唔做呢樣嘢 ，OK？ 咁我哋都有 alternative 俾個政府或者可能 proposal 啦。上個禮拜有線就爆咗出嚟啦，就即係有新聞講啦，福田站有預留空間 ，OK， 原來早已經係可以做口岸嘅。咁就2006年就話已經有口岸設施㗎啦。咁既然高鐵佢每一班車卡都要停嗰度㗎啦，係咪？要停係咪？佢哋每一架車都要停福田㗎？絕大部分都會停福田或者深圳北，都會經過嘅，就算唔停都會經過，都一定經過。OK， 咁喂，其實係咪可以喺福田進做個海關口岸咩？咁係啦，咁嘅情況，咁佢咪其實我哋呢個討論咧，其實六年前菜園村事件嗰陣時已經抌曬出嚟啦，大家都話喂做唔到嘅咁啦。咁好啦，政府個方案其實有冇改良空間？係咪喂？既然福田都有 ，OK， 係咪可以？譬如即係咪可以接受咧？譬如何議員，你覺得係咪可以接受咧？譬如我哋唔做，或者一地兩檢喺福田做。唔好意思，恕怪我，因為我就唔係真係了解政府嗰啲嗰個方案太多。我只不過都係啱啱喺以色列翻到嚟，睇到佢7月20幾號討論嘅方案。以前有隱約嗰啲舊嘅舊文嗰啲，我有聽過。我就冇點樣特別去比較過六年前翠園村嘅方案又點樣咩都好。歸根到底，即係以我而家睇到現時嘅 co-location 呢一個方案裏邊。在基本法下面會不會有抵觸？剛才梁博士就提出就二十條的問題，那我覺得二十條那個是不是一定要這樣解讀呢？那我自己我都不是很 buy 一定要用二十，因為我起步點已經，主要整個香港都是中國的嘛，只不過就是給你有一個高度的那個自治，但是給你高度自治裏面呢，有些東西如果是為整體的香港的利益好的話，就有這樣的協調，有這樣 的安排，咁呢一個就係嗰個實事求是嘅啫。至於話喂咁樣俾你安排之後，首先咁樣俾你安排有冇法理嘅根據，我就答有，我就話答有。咁啊咁樣嘅法理安排之後，哇！咁我驚喎，如果我上咗床就會唔會掀被冚？下次有第二個情況出現嘅時候，會導致到我哋嘅基本而家嘅生活嘅嗰個保障失去咗咧，咁我又話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我哋唔好講呢樣嘢啦，不如先答咗呢個。好啦，講翻福田嗰度，會唔會話有咁嘅設施？然後我哋香港開出咗，出咗境啦。但係要入境嘅時候，真係去到深圳福田，大家要落車，然後玩曬所有機，然後做拐個圈，然後再上緊車得唔得？絕對得㗎，冇話唔得㗎。我按照我嘅感覺上嚟講，只不過呢個係咪最大嘅方便之處啫嘛？咁所以而家我哋嘅直通車咧。香港 check out 咗，都係去到呢、這、一個過羅湖嘅時候，係咁樣稍微停一停嘅。咁但係因為嗰條線係專線啊嘛，好似 VPN 咁啊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一條專線，去到廣州天河落車嘅時候，就全部就喺嗰度就入境。咁啊就將嗰個廣州嘅嗰個所謂叫做入口入境嗰個位推前到去呢一個福田得唔得？絕對得，只不過你要擺個圈，擺完之後已經當咗。唔係當已經進咗境啦，到其時你轉喺呢個好似大嘅遮嗰條遮骨呢條主骨嚟到福田，咁跟住咧我要去天津咁行呢條線，去四川呢一個乜嘢成都呢條線得，咁你到其時已經入咗境，你轉邊條線都得，完全可行嘅技術上我睇唔到有咩問題。好啦，咁我又收到另外一個網友啊，佢就話啦 ，OK 咧，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入境事務係國防外交其中入邊。就好有趣嘅，佢又話：喂，咁如果你話將入境事務列入外交事務，咁香港入境處嘅角色喺邊度咧？將會冇香港，咪睇翻香港自己啦。啲前置，若果係對外，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嘅機場咁講，你飛出去咁你咪香港咪自己處理翻咯。但係而家你喺香港呢一邊嘅嗰個西九嘅站，佢係出境啊嘛。而家單線嚟講出境，咁出境嘅時候出咗之後，係幾時係考慮佢進入咗中國境？咁嗰度就係由中國嘅 CIQ 嚟去鑑定你嘅進境嘅嗰個情況。同樣啊，如果個車嚟到呢、這個就入境咁嘅情況。如果係嗰個部車係由北京度開出 ，OK， 你回回回
回程咯喎、嗯，北京出嘅時候點啊？北京任何人都可以跳上個車咯喎，喺成都嗰度任何人都跳上個車咯喎，喺上海嗰度任何一人跳上車，我要香港嘅就冇任何關口，咁啊全部嚟到幾去到邊度咧？深圳都冇人阻佢，喺嗰度出境嘅時候，譬如有個異見分子當咁講買飛嘅時候，佢要逃離大陸咁講咧，由上海坐跳上車，一路過埋深圳、福田都冇人阻佢，去到呢個西九，然後咧喺邊度 stop 佢呢？就係呢一個咁嘅中方嘅嗰個 CIQ， 但唔係我哋應該要又當嗰、那個嗱，我有溝通 open arms 嗱，當嗰個 CIQ 又發夢啦，又俾佢過咗，唔知咩原因。Okay、但係香港嗰方面嚟講，因為你入進境啦嘛，去到呢個 stop list 裏面呢、這個陳大文唔應該喎，或者佢冇證嗱咁嘅情況有咩事態出現咧？喺嗰度嚟講，香港嘅 CIQ 就係為香港自己 SAR 進境嚟把關嘅啫。佢係咪應該要為內地嚟做嗰個 CIQ？ 絕對唔係。如果呢個人陳大文離開咗呢一個咁嘅大陸嘅 CIQ， 去到香港嘅時候，香港純粹 stop 佢咧，就因為佢唔符合香港嘅進境嘅條件嘅啫。Frankie， 可唔可以容許我回應幾樣？好，係因為其實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你其實係咁樣講法，其實你喺度 corro 緊嗰個入境處嗰個權力噶嘛。有幾樣嘢，第一樣嘢要澄清翻咧，而家大陸嘅高鐵係實名制嘅。咁即係話你買飛嗰一刻咧，你已經係要睇證件嘅，咁所以你頭先講嗰樣嘢應該係發生唔到嘅，因為佢買飛嗰一刻同埋佢入車站嗰一刻咧，其實已經捉咗佢㗎啦，係唔會出現話一個唔可以出境嘅人可以。即係我嘅意思話，你咩證都可以假嘅，身份證都可以假啦。喺內地裏面有好多人好多持唔同嘅身份證啦，呢、這個叫張生嗰個叫李四啊嘛，即係話你實名都係按照你持嗰張卡嗰個賣票俾你嗰人咧，俾張陳大文佢咪就陳大文咯，俾張張生咁張生咯。即係我意思話係佢係咁樣，但係真正要去 check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咧，就嚟到西九呢、這個嗰、那個 checkpoint。我哋可以有好多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咁正如頭先所講話，我哋可以架車喺福田度停一停，每個人望多一次先至俾佢。過嚟亦都係一個方法。我想追翻頭先講呢個基本法第二十條嗰個問題，因為我頭先聽到何議員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唔擔心，就算喺西九做咗一地兩檢嘅話咧，會導致日後可能有類似嘅情況係用喺其他嘅呢個司法問題之上，而會影響到香港人嘅一啲自由。坦白講，我對香港政府冇咁大嘅信心。咁而我呢個冇信心唔係我自己真係憑空想出嚟，而係我哋睇返喺一地兩檢呢件事入面，香港政府已經走咗香港人兩次數啦。第一次走數呢，就係講緊喺高鐵撥款嘅時候，當時嘅呢個運輸局長呢鄭宇華已經係講過，就話就算通車嘅時候冇一地兩檢都好啦，我哋有後備方案嘅，我哋有其他方案。但係今日呢，我哋嘅呢個袁司長呢就同我哋講話趕住要做一地兩檢啊，我哋唔好再做咩諮詢啦。嗱，呢度走咗第一次數。OK， 第二相當明顯嘅走數。OK， 第二次走數呢就係講緊喺做呢個深圳灣一地兩檢嘅時候，當時係動用過基本法二十條。而當時嘅保安局長李兆光咧係講過話，我哋用二十條咧係用嚟增加特區嘅權力，係唔會攞走呢個特區嘅權利嘅。咁而家好明顯就係做緊呢樣嘢喎，咁啊第二次走數啦。即係我唔知何議員點樣理解呢件事，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俾人呃兩次，我唔會俾佢呃第三次。佢如果佢做咗呢樣嘢已經做咗兩次係失信嘅話咧，去到第三次嘅時候，當有好多香港市民覺得哇，你之後會點樣㗎？我覺得呢個憂慮係好合理嘅一個憂慮。同埋你而家講緊淨係高鐵，我淨係講一地兩檢已經走咗兩次數啦。OK， 可唔可以講講二十條出嚟聽？我忘記咗，即係我攞住二十出嚟望一望。二十講乜鬼嘢？我忘記，因為我真係唔係好 interested in 二十咁多。雖然政府嘅自己嘅 case 咁樣，嗱我講到好清楚就係，我又唔係 defend 政府嘅立場。不過如果你問到話呢條高鐵係點運作嘅時候，有好多條路都可以行，條條大路都可以通羅馬。我唔係淨係睇二十嘅，我基本上我就睇我就係剛才講國防外交已經好清楚。你同意唔同意唔緊要，即係呢個我自己觀感。但係二十講咩嘢，我哋睇睇佢啦。所以我唔係咁計較，係講二十條嘅問題。深圳灣首先咁講啊，深圳咧我哋自己本身咧唔係香港嘅領土部分嘛。咁我哋進入咗係呢個內地裏邊嗰個領土。咁嗰個地方唔係我哋嘅，但係我哋竟然可以將香港特區嘅法律係喺上邊嚟去使用咧，咁變咗呢個權咧一定係中央俾我哋
有咁嘅權，我哋先可以將香港嘅法律喺嗰、那個深圳灣度使用。咁嗰個咧就係同而家我哋自己本身香港領土裏邊嘅嗰個嘅地方裏邊嚟使用咧，係有丁咁都唔同。咁、但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如果祖國嘅土地都可以俾你特區咁樣去張羅過去嚟引申過去，點解內地的法律不可以有部分為了是 實際上的實際操作，並不是說整個中國的法律呢來在香港的1060平方公里裡面使用，只不過就是剛剛是這個口岸的個 CIQ 來使用。因為基本法第十八條寫得很清楚是不可以發生，就是講國防外交的嘛。基本法其實是這個基本法就是說要即係，好明嘅。但係十八唔係死㗎嘛，十八只不過話明咗咧，就係我哋係喺內地裏邊嘅法律適用於香港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唔準，唔係唔準，係唔會嗱，唔會同唔準兩回事。我係宗主，喺你呢一度我唔會用，唔係代表我唔可以用，我可以用，完全可以，因為你嘅成個領土係我嘅。你個特區係根據人大我哋嘅憲法第31條制定出嚟，所以我取消都得嘅，所以我俾得你我可以撤銷。嗱，但係會唔會咁 drastic？ 好啦，嗱，一答十八得唔得？十八就講係附件三裏邊嗰啲條例。咁所以附件三裏邊有乜嘢咧？最近喺1990幾年嗰度啲列咗有幾樣嘢，係涉及到係嗰啲叫做中央。中央銀行嘅 Central Clearing Bank 嗰啲嘢，咁我自己係咁一立立，哦，原來附件三裏面咧，你可以加上去，邊個加呢？只要係人大常委話 OK 加落去就加落去㗎啦，佢根據程序啦。咁換言之，你係咪覺得用十八好過用二十呢？因為而家二十就真係帶嚟好多嘅憂慮。我同意你有一樣嘢，即係我對二十都冇乜興趣嘅。我就話唔係淨係二十，不過可能政府而家主調講二十啦。我唔係佢嘅嗰個發言人，我亦都唔係湊佢護航佢呢樣嘢。我只不過站喺香港人嘅立場，我係一個議員，我希望點樣為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尋求一個最合理，但係又保障得到我哋自己權利，唔受到干擾咧。所以十八我自己覺得係好吸引。原因建基於就係十二，全個香港都係中國領土。咁或者我可唔可以幫手澄清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既然社會入邊對於引用基本法二十條去做一地兩檢係有咁大嘅爭議，咁如果最後政府擺出嚟個方案係用二十條嘅話，你係咪會否決咧？我又唔會否決嘅，因為我未研究曬二十係咪唔得啊？嗱，而家睇二十啊，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埋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嘅其他權利 ，exactly 二十就而家睇兩行啫嘛，嗰度短短得個四十個字有爪，就係話特區可以行使人大常委或者人大賦予香港特區嚟使用嘅權利，就係講深圳灣啫嘛，因為深圳灣我哋本身冇權。但係嗰個係中國即係祖國嘅領土一部分。咁而家我哋將我哋自己 CIQ 等喺嗰個蛇口嗰邊。咁我哋按咩基礎嚟喺呢個中國領土唔係我哋自己香港1060平方公里嗰條 boundary 係 boundary 以外嗰度嚟行使呢？哦，原來就係二十條嚟賦予嗰度。所以二十條適用於呢就係、是、我哋如果再整多個啦，我哋咁講喺廣州市度。呢、這個羅江嗰度整一個知識城，原來整個知識城咧，香港特區咧抌300億落去咧，就可以攞到咁嘅面積。咁將來嗰度咧會用香港特區嘅法，咁要點樣嚟去合理化佢個法律嘅基礎咧？就係二十條啦。嗱，呢樣嘢其實冇人反對喎。即係我要再強調一次就係、是。如果要在大陸搞多幾個好像深圳灣的地方出來，要用這件事沒有人反對。Okay, 但是現在香港裡面要用二十是不是這樣呢？個問題是李兆光答應過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現在又調回頭是這樣做，那我想香港人擔心他下次會怎樣做是一個很合理的擔心。李兆光他當時怎樣我不評論，因為自己說話二十是適不適用於現在我們西九裡面那條高鐵那個地方，我們香港的咁誒，使唔使中央嚟授權我嚟俾中央又喺呢一度，然後我又自己嘅法例又唔用得到咧？我諗嗱，香港第一樣嘢就係你冇可能唔。因為 for continuity 嗰樣嘢，你冇可能話喂李兆光講咁乜嘢唔關我哋而家今時今日事噶嘛 ？OK， 因為個情況就係你今時今日個官講完之後，喂原來幾年之後佢唔做，咁你又
又冇一件事，咁冇可能發生呢樣嘢。嗱，即係呢個香港人，我諗有句講法，我覺得好公道嘅，就叫做舊數未清，新數免問。咁而家係走咗兩次數啦。即係你所謂走兩條數，第一條數就係話個諮詢嘅問題啫，係嘛？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可以解釋到啲點解令啲市民咁不安嘅呢樣嘢。我覺得唔係嘅，大部分市民啊，唔係話不安嘅。我諗好多大部分市民都可能，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諗嘅。有陣時候我未諗到嗰啲嘢，我都未醒覺，未必一定係不安嘅。譬如好似呢件事咁，我唔係今日，又唔係我嘅 baby， 又唔係我嘅 agenda 係嘛？只不過我係一個立法會議員裏邊睇呢件事，我最好就冇任何嘅私人嘅利益啊，或者我係因為為政府講嘢冇。但我又睇呢件事裏邊，我有咩辦法？我只不過係諗個辦法裏邊解決呢個問題。我就反而唔係好睇二十嘅，因為二十更加合適使用於就深圳灣嗰種情況。如果我香港呢一度咧，我一句講曬，我只要釋法嗱。如果以祖國嚟講，有三條路可以做嘅。跟十八條裏面咧，我就會係列咗係附件三嗱。咁全部啲嘢就執曬落去，哇！咁就寫到水蛇春咁長，就好煩惱啦。第二，好似用我嘅剛才咁講法，就係話就係、是、國防外交咯。喂，仲未夠堅喎，何君瑤咁講啫喎，可唔可以再加多浸嘢上去？得人大常委裏面根據158裏面釋法咧，因為釋法隨時佢都可以釋嘅。咁你又中唔中意釋法咧？嗱，權衡好多嘅嗰個輕重同埋。我諗唔需要咁複雜嘅。我哋再不如呢樣嘢，我其實後面仲有啲題目係會接觸到呢樣嘢嘅。咁我想何議員你俾少少意見就話，因為嗱網上嗰個有啲咁樣講嘅，譬如其實我都 follow 到嘅。翁靜晶律師咁佢甚至講過就話咧社會對呢個執行大陸法律咧係有應該唔係佢講嘅，係我哋講嘅就係社會執行大陸法律咧。就係、是、有擔憂嘅，咁翁靜晶律師就俾咗兩個例子嘅。第一個例子就係話佢話，喂，如果喺嗰、那個即係將來照政府嗰 proposal， 有個人喺嗰個西九過咗之後，即係入咗去個中國嗰、那個區域啦，咁被掌掴拳打，只要未至骨折，就不作刑事犯罪處理。咁第二個 example 就係話，非禮必須帶有暴力才是刑事罪，被陌生人外府咧，就公安就唔會受理嘅。咁喺呢個就揼咗呢兩個出嚟咧，可唔可以解釋下你覺得呢個係咪 justify 到，或者我唔鑽研呢兩個情況，我先答個問題咧，即係 Frankie， 究竟我哋係咪可以代表或者授權係可以執行他國嘅法律等等完全都得過，因為我哋法庭裏面咧。我哋 application of law 咧喺法庭裏面，如果一個合約咧寫明到話呢，我哋呢個合約裏面雙方咧就係會用呢個 French law 嚟去決定呢個合約嘅嗰個權利與責任。不過個叫 convenient forum 咧 ，forum convenient 咧，我就用香港。到其時嘅時候咧，咁、那個法官咧就係、是，咦，我哋 common law 喎，咁我用係一個 French law 嚟去處理呢個 case 得唔得？絕對得。呢個係好 common 嘅，尤其是得嘅，只不過要揾 expert 有專家嚟去輔導嗰個法官裏面應該要點去決定。第二咧嗱，唔係當然唔係，即係我答你呢個 board 嘅嗰個 ex， 即係嗰個答個答案。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唔好話為大陸執法，為其他嘅地方使用其他嘅法律咧都得。第二，我哋國際嘅其他好多嗰啲法律裏面arbitration law 啊，我哋喺北京裏面嘅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有個叫 arbitral award 咧，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執法都係跟香港嚟執法，但係嗰個決定當其時就係內地。啲人就驚就話入到去嗰度就行中國大陸嘅法律，就到時就係有公安去執行個法律就咁冇嘢嘅。你驚你即係將嗰件事前置咗係十零公里去到呢個西九嗰度，哇行到嗰度就係中國法律嚟嘅喎，咁我冇驚啊！即係我諗呢樣嘢嘅自己嘅有個恐懼症係自己自尋煩惱嘅啫。你坐到飛機去到人哋嗰度越南啊，去到柬埔寨，哇好鬼驚喎！嗰度仲驚過大陸啦。咁你咁樣點啊？係嘛？你咪唔好去咯，係咁啫嘛。我亦都真係要補充一句。要驚嗰樣嘢，我覺得個重點未必唔係嗰點啊，而係講緊真係用二十條之後可以做啲乜嘢嘢。但係頭先提到話係可以即係授權去執行其他嘅法例嗰個問題咧，其實就正正去到一點啊，就係坊間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意見，都可以做到一地兩檢，
又或者唔一定喺西九走咗一地兩檢，都可以達到相同或者類近嘅一個效益嘅。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可唔可以係呢個香港政府透過一啲本地立法嘅方法去授權大陸嘅官員喺西九做一個入境嘅手續？咁大家都係一個預檢嚟嘅，即係好似美國角色咁樣樣。咁其實咧係要去到佢過咗邊界先至有法律效力。咁而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拒絕登車，係冇呢個區區權。嗱，呢一啲好多呢啲咁嘅意見都係被提出嚟嘅。而家咁，但係政府就一口咬定要用二十條呢一個方案。咁我哋要一齊傾下。喂，其他方案可能都得嘅喎，咁樣樣。其實一陣間有一條問題係講呢樣。OK， 咁我又去下一條問題，一陣再翻翻個方案。OK， 咁就話特首啦，林鄭就上任之前咧就強調就話要修補嘅社會撕裂呢樣嘢嘅。咁但係咧一上任咧就推出呢個一地兩檢呢個政策啦，咁就真係好多爭議嘅。其實大家幾年前都知道將來會要處理呢樣嘢好多爭議嘅。咁就剛剛就與呢個修補呢個社會撕裂就背道而馳嘅。咁好啦，咁問題而家就係去到最尾咁樣傾嚟傾去。去到最尾，話究竟香港係咪可以決定一地兩檢呢樣嘢？究竟點樣做法 ？OK， 定係去到最尾 ？OK， 大家覺得係喂，其實去到最尾都係中央話事㗎啦。即係到時 in case 我哋而家嗰個如果條路咁樣走咧，就係政府 implement 啦，跟條路去啦。我當阿孫咪跟條路去啦。咁跟住就可能會有人司法覆核啦，打到終審法院。OK， 假設終審法院話喂唔係喎，呢樣你政府呢個方案其實係違反基本法嘅。個假設啦 ，OK， 到時會唔大家會唔會睇到會有人大釋法呢樣嘢出現？你答先啊！我想先處理撕裂嗰個問題，即係要修補撕裂嘅話咧，我諗政府最簡單要做嗰樣嘢就係開誠布公，係咪？嗯，即係你咁先有偈傾啊嘛。咁但係如果政府喺成個你都唔叫諮詢過程啦嚇，叫做係即係公布佢嗰個方案嘅過程入邊，本身都已經唔老實嘅話，咁我好難同佢有個良性互動喎，亦都唔好講話要修補撕裂。咁好不幸咧，就係喺今次成個方案提出嘅時候咧，我哋一開始已經聽到好多個大話，即係好多個方案入邊好多嘅內容咧，都係有失實嘅地方。最簡單啦，即係今日我哋成日喺呢個電視廣告度見到話由呢、這個。有個人即係起身，有個人即係起身咁去廣州南嗰個廣告咧，咁即係48分鐘到啊嘛。咁呢個廣告最少有兩個失實地方啦。第一樣嘢就係如果我起身跟住去搭車嘅話咧，我就應該喺西九龍，因為咁有一半嘅居民喺新界，係咁你有一半嘅居民喺新界，去西九龍搭翻上去係一件好傻嘅事啦。其二咧就去到廣州之後咧，佢喺摩天大廈嗰度開會。廣州嘅摩天大廈都係喺廣州東熱埋廣州南。咁你首先第一件事，48分鐘去廣州，嗱呢個排隊都係一個有問題嘅講法，因為一日得一班車做到嘅啫，大部分嘅車都要停站嘅，咁可能要60分鐘。然後你由廣州南去廣州東又需要多40分鐘嘅時間，咁嗱呢啲好失實嘅講法咧，係充斥住喺政府嘅宣傳入邊。另一個失實嘅地方咧，就係政府會話啊呢啲係有國際案例嘅，即係例如話我哋見到啊英法隧道啊，即係海峽隧道係咁樣做，又或者係呢、这個美國嘅呢個機場都有呢、这個一地兩檢咁樣。咁呢兩個講法又係錯咯，又係一個好誤導嘅講法，因為我哋知道喺英法隧道嗰度，佢哋係唔會將成個地方割咗俾人，係唔會被容許呢個對方嘅國家執行所有嘅法律，而只係限於 CIQ 嘅啫。咁而呢個美國嘅例子就更加清楚嘅，美國例子咧就直頭講到明係邀請美國嘅官員喺嗰度進行一個預檢。咁佢哋係冇一個拘捕嘅權力啊！佢哋甚至搜身都要揾加拿大嘅警察過嚟幫手啊！咁而最緊要嗰一條係乜嘢呢？就係話任何人喺呢個預檢嘅過程入面，如果有咩唔高興、唔鍾意，覺得啊點解美國入境咁煩嘅話，佢掉頭就可以走，隨時可以離開。嗱，呢啲保障全部喺政府嘅建議入面都係冇嘅。咁但係都冇呢啲建議，但係政府都要走出嚟講話哦，其他都有國際案例嘅，大家唔使擔心。啊，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失實。咁於是乎，即係你頭先講修補撕裂，咁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啦，就喺政府本身已經用20條係一個帶嚟好多憂慮嘅方法，跟住又要用咁多失實嘅方法嚟去推銷呢個一地兩檢、西九一地兩檢，咁市民點信佢呢？即係唔好講話，即係要修補撕裂啦，我只會增加更多撕裂。其實你頭先個講法咧，你 remind 咗我當年起高鐵嗰陣時候，大家個argument亦都係其實係好相似嘅。
就係好多好多嘢，我哋嗰陣時已經問過啦，問咗咁，但係又冇啲好合理或者好令人信服嘅答案嘅。咁好啦，咁何議員，咁去翻嗰個問題，你覺得會點咧？撕裂第一個撕裂，同埋第二就係話喂，去到最尾其實我哋係咪香港係咪可以話到事？去到最尾係咪結果有機會 ？OK， 會行嗰條人大釋法嗰條例？第一個問題咧係咪撕裂？我諗即係要公平啲，因為阿林鄭咧就佢都雖然話打得，但係佢唔係即係四處漏人砌嘅。咁佢都好想係喺呢一個氣氛就會繼續和諧落去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唔係佢嘅撕唔撕裂嘅問題，但係呢個高鐵個問題係任何人邊個人上去做特首都要做呢個問題㗎啦，係咪先？喂，大佬已經起好咗喎，諗住喺2018年第三季裏面通車。你就算梁振英自己再續呢個未了完第二個五年，佢都要做噶。你揾翻董建華嚟，又係佢做啊！如果係曾蔭權，佢可以放監出嚟，又可以即刻俾佢做啊！佢都係做呢樣嘢，個個都一樣。雖然唔係話因為佢要做呢樣嘢就要撕裂，唔好忘記，唔好話即係呢個係個 handle 嘅手法，處理嘅手法。handle 嘅手法佢冇錯喎。如果唔係佢咁做點做咧？因為由現在個時間7月26日佢哋傾掂數。咁然後將個方案就俾立法會裏面，我開三會聯繫。即係如果佢冇，因為佢冇嗰個充分嗰個諮詢，俾會咁講，咁講就係話喂，其實你有個 agenda。我覺得有啲嘢咧就可以諮詢就咪諮詢咯，但係冇諮詢唔係世界停頓掉或者世界末日。嗱，而家我哋又講翻轉頭，諮詢係咩咧？袁國強最初就喺個立法會裏面答話，我哋其實而家都周時諮詢啦，唔係一定要定嗰個模式。OK fine， 咁佢呢個答案你唔喜歡，但係咪走數咧？而家嚟到我哋三會裏面，我哋三會聯會啊，保安同埋交通同埋法律咧，都研究緊話好唔好？不如我哋整個公聽會啊，一齊嚟聽啊！我覺得冇問題㗎。只不過我哋由現在嘅時間去到明年嘅五月或者六月，因為呢條例一定要拍板通過㗎啦。如果個標咧你唔拍板通過的話咧，7月12日以後嘅 set 咗個 date。咁就窩火啦！我唔係好同意呢個講法，因為即係呢個翻去頭先你問過一條問題，就係有冇其他嘅方案都可以做到一地兩檢？咁亦都頭先講過，喂，我哋可能諗下，不如將一地兩檢擺喺福田、深圳北。我冇烏歐其他嘅嘢，我即係話講時間表。就算你而家政府我叫 A 方案啦。阿梁博士有 B 方案啦，諸如此類咩人都有 B 有 C、D、E 方案，無論你幾多方案都好，我哋要安排嘅時間。而家當聽到佢話喂，我想第三季，如果第三季唔逼得到你嘅 deadline 咧，我哋每個月會蝕幾多少錢？當嗰啲真啦，咁我哋已經有個時間表喺度，當出年九月。咁無論你 A、B、C、D、E、F、G 嘅方案，你都要係喺呢段時間裏面講完之後，都有個人要拍板。即係我冇排除你諗嗰個咩方案或者咩方案，我冇所謂嘅，根本最方便嗰樣就得㗎。可唔可以要求下政府可以有一個比較公開啲嘅立場，即係唔需要排除頭先所講嘅其他 B、C、D、E 方案？因為而家政府就好硬。即係講明係一定要用20條。我嚟講我冇問題嘅，我好開放嘅。最緊要就係嗰啲嘢係利民紓困，方便得到大家，唔好臃腫，唔好累贅咁咪得咯。我係咁嘅啫嘛。至於而家政府話嘅方案，喂，其他嘢唔係好掂嘅喎，一定要喺呢一個西九嗰度咁樣CIQ。如果唔係咧，令到我哋成條鐵咧個高鐵嘅效益會驟降。呢個係佢嘅講法。我聽住先啦。咁呢個就叫 A 方案。咁如果 A 方案就 A 方案嘅立場有冇法理嘅根據咧？政府就用20，Article 20。咁我又話我20係咪咧？咁我又覺得20唔使嘅。好啦，咁但係20係咪行唔通咧？唔係行唔通喎。不過我係 more interested in 18咁解啫。咁啫嘛。我就俾出個答案就話，無論佢而家 A 方案係點都好，你行20或者18咧，我都覺得行得通。又講翻轉頭20啦。佢授權俾你，咁呢一個係我自己，
我自己當咁講，佢嘅好抽象啦，好小説式啦。成個香港，我要攞翻曬，不過而家攞剩翻咧，就攞份西九嗰度。咁所以然後我俾翻你嘅權就西九以外嘅嘢。咁啊調轉禮還節曲嚟咁講得唔得？又得噶，天馬行空都得。但我唔會咁樣諗二十嘅應用法。好啦，講到最後一樣嘢，你問我會唔會 welcome 有 B C D E F G 方案呢，我都會 welcome， 聽多啲意見冇問題啊。講講下嘅時候好。等阿梁博士。係，你嗰個方案係點樣？你用福田啊、諸如此類，咪講啊，冇問題。我想問嗰個問題，好啊。人大釋法咁，大家既然都逃避呢個問題。冇，我冇逃避，我未答到咋。我答到你。有冇人？你快答。快答，一五八得㗎，完全得㗎，全方位人大常委佢可以釋法㗎。OK， 你有要求同埋會用。你會唔會譬如即係你對呢樣嘢會唔會譬如？我唔會反對，我唔會反對，因為人大釋法係我哋基本法裏面嘅既定一個制度嚟㗎嘛，即係等於我打官司，我輸咗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咁我有權可以 appeal 上去 Court of Appeal 㗎嘛 ，Court of Appeal 輸位咗，我都可以上去 上去呢個 Court of Final Appeal 㗎嘛。喂，我真係唔係好想上 Court of Final Appeal， 你想與唔想一回事，但係嗰個制度係佢嗰個存在㗎嘛。而喺呢一個 Court of Final Appeal 樓上咧，就係人大常委對。基本法裏面任何條條款都可以有個解釋權，呢個係一五八裏面咁講噶嘛。我覺得好簡單，唔需要去到人大釋法，因為我哋有好多其他同樣 viable 嘅方案，同樣可以做到嘅方案，亦都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就做到嘅方案，而得到嘅效益係差唔多嘅。我又真係幾想，真係何議員可以喺度應承下大家，既然你覺得，我都想係啊。既然你覺得其他 B、C、D、E 嘅方案，不如你試下喺立法會嗰度動議一下。要求呢、這個政府去接受呢一啲咁樣，你不如你如果有 B 方案、C 方案俾我，咁我睇完之後，喂，人哋都唔錯，喂，我討論一下啦。政府我睇唔到佢完全真係冇好處喎、啊。咁睇下喺個指定時間裏面唔好拖得咁臃腫，大家共謀。你會唔會俾壓力？譬如 say for example A、B、C 方案啦，而家有個 C 方案，你覺得喂 OK 喎，我 buy 喎，可以完全可以接受。為了能夠令那個法案盡快通過，而亦都冇唔會製造很多人有 bad feeling， 就係即係唔憤氣嗰樣嘢，會唔會俾壓力政府 ？OK， 喂，我成日都俾壓力政府㗎，俾C方案佢。我凡係對香港市民好嘅嘢，我都會爭取。嗱，我同你拆開少少講啊。對於嗰個咁嘅垃圾堆填區，我反對。嗰陣時我未係議員，我反對個無限擴充。第二，我亦都反對係嗰個焚化爐興建喺呢一個石鼓洲嗰個我哋大嶼山南係一個理論上同埋我哋希望佢做一個最靚嘅嗰個生活地區，竟然喺嗰度整兩條煙通出嚟。哇！有冇搞錯？點解唔可以去埋我而家 L19 嗰度做埋嗰啲嘢咧？咁我自己都有個立場。個意思係唔係話，即係如果而家有另一位議員動議要求政府做一個冇前設嘅諮詢，你會投贊成？咩叫冇前設嘅諮詢啊？冇前設嘅諮詢即係話我哋唔一定要用政府嘅方法。我咁講嗱，大家實事求是，你會投贊成票係咪？冇前設嘅諮詢，我覺得嗱，睇有幾耐時間啦。如果你話一個禮拜做曬佢冇問題㗎，譬如而家我哋喺三會聯會裏面。我哋定咗時間請咁多個各路英雄過嚟立法會裏面俾意見，咁我哋限住每人講三分鐘。呢啲有時間裏面嘅諮詢，聽完之後我哋作一個思考，然後就作決定。呢種情況裏面冇問題㗎，我覺得 OK 嘅。講個時間出嚟，你覺得可以俾幾耐？我諗如果我自己咁樣睇咧，應該由11月或者12月去到12月底，你有一個月嘅時間裏面做諮詢咧。在三會裏面三個 committee 裏面我有諮詢的公聽會啦。咁呢個 OK。我而家我一定喺立法會裏面㗎啦。點解呢？因為我如果而家係親自我有份去可以做，坐喺立法會裏面聽咁多人意見，我都唔去 seize 呢個 opportunity 就話，政府唔該你再翻嚟。梁博士講過唔係立法，唔係講緊嗱，又講翻轉頭啦。我剛才我講我自己嘅個取向啦。你作為何君堯話嗱，政府你唔該你去諮詢啦。不過你諮詢幾耐啊？諮詢6個月啦、啊，還是1年啊？還是3個禮拜啊？咁我係咪要話埋俾政府聽啊？如果我何君堯接受，一定都係要快做，唔好拖慢。如果唔係變咗高鐵變壽鐵，咁樣於是乎咧，喂，我哋真係要如果做諮詢都好，嗱，政府你全面去做，唔使喺我 electrical 度做。你一個月內你 come up with 你個個都挑燈夜讀做好曬啲嘢，然後一個月翻嚟得唔得啊？冇問題噶。如果佢肯做，你肯接受，咪一個月裏面做曬佢咯。但係咪你咁樣講就算數呢？係嘛？
嗱，呢度我真係覺得有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是，即如果你唔可以俾一個充足嘅時間出嚟嘅話，咁呢一個你認為充足時間要幾耐？六個月。我相信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幾多？六個月、八個月。起碼要俾香港市民嗱，其實我覺得唔應該係限死喺個立法會度先。啊，好嗱，唔喺立法會裏邊啦。政府諮詢同埋立法會諮詢係兩樣。係咯，當然啦，都係諮詢啫。好啦，為十一次真係。你話俾我聽。你而家要求啦，唔設立場，冇任何方案，淨係想問全世界730万嘅居民嘅意見。你認為嗰個諮詢要幾耐啊？你講。我諗坐底要幾個月時間。幾多個月啊？有三個月同埋九個月同埋十一個月，都係幾個月嘅喎。呢個我哋睇翻。你係你既然提出咧，你要明確少少，你話俾我聽。如果問我點應承你啫？我覺得我哋呢個可以後尾再傾，我覺得可以，定係我哋而家今日趁住呢個機會，我覺得好得意，因為真係作為立法會議員，而家你調翻轉頭問翻，唔係你話諮詢啊？話好，咁你要幾耐啊？講俾我聽，咁講俾我聽啫嘛。咁我哋咁啊知道你嗰、那個底線要幾耐？你係想拖啊，還是真係想做啊？還是真係我想摸鼻哥啊？還是即係我調翻轉頭覺得你呢個講法好口惠十一字，就話哦，你咪做咯，你講啊，你講個時間出嚟啊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咁如果即係因為我做政府，我見到。嗱，點解我有咁嘅思維咧？唔係口惠十一字。如果我去 court 度要攞 time extension， 我會話俾佢聽，個法庭聽，我想做呢件事，唔該你俾 4 weeks or 2 weeks or 7 days。個問題係我要 ask for 噶嘛？我預咗你咁樣，我咪拖到最後一刻先至走出嚟咯。就係而家係發生一件咁嘅事啊！明白。其實你係咪？不過唔緊要。咁佢下次又咁做。我會撐你哋。如果你有合理嘅要求嘅，冇問題噶。我聽多啲方案，我覺得 OK 嘅喎。滿唔滿意？或者俾個月份數目？你要俾個方案嚟啫嘛，我哋做嘢解決問題嘛。咁多人睇住，請咗何議員。唔會，你唔會騎唔到我嘅，冇人騎唔到我。但我中意做嘅時候，我全面去做，我仲拖埋你嘅手去做添。嗱，咁既然冇，咁我哋就跳去下一邊啦。因為其實我哋都開始 overrun 嘅啦，咁我哋快快脆脆問下。好啦，何議員啊，呢條問題 address 你嘅，你嘅選區係嚟自新界西。係啊，新界西嘅居民咧，坐港鐵去從屯門去西九都要40分鐘。係。好啦，咁你點說服嗰啲居民坐？車去西九，再去轉高鐵。唔會，如果屯門嘅即係每個地方裏面睇下點睇啦。嗱咁講，單純去廣州咧，你叫我坐高鐵去，我又要屯門出翻去呢一個西九，然後坐一條鐵又去到呢個廣州南的話咧，我唔會咁樣做。我不如我自己就已經就直接去呢一個黃江。就跳上直通車就已經去到呢一個東站啦。我使咩要咁樣拐個圈呢？因為去到廣州南我又要轉車。但係咁樣即係而家高鐵裏面我都好有興趣問係喎、哦、如果咁樣淨係去廣州個高鐵冇咩效益嘅就播。但係實際上如果去博通全中國其他地方裏面呢嗰、那個就最大吸引點啦。是嗰、那個路線越長嗰、那個利好嘅因素越大。好啦，如果你話我真係想去我屯門區嘅居民去廣州點樣呢？如果直通車冇取消，頂籠我就會去紅磡度坐直通車，就行嗰條東鐵快速噗咁去，咁好乾淨快靚正，一個鐘頭30分鐘，個半鐘頭就已經去到。其實已經講咗一句事，就話實事求是，香港人好鬼醒目嘅大佬，邊度咁戇居笨星，自己住喺屯門走去呢個西九度，然後就咁樣去拐去呢、這個廣州南，白痴嘅咩？完全同意，係咪？完全同意，知啱唔啱啊 ？OK， 咁但係你頭先就講咗咯，咁其實問題就係話嗰個其實嗰西即係嗰條高鐵嘅效益。Okay, 那個高鐵效益，香港好大部分嘅人其實真係冇乜。唔會，我就係話你唔好淨係將嗰條線同埋嗰個視野去到廣州南就停咗喺度，唔係啊。如果嗰個係方便的話，因為嗰度有成十幾條一條道，呢條道話我去天津，我呢度去上海，一上咗車。絕已經過㗎啦！呢個我想問一下你，係嘛？即係呢個我感覺啊，呢個你感覺。咁因為真係要睇數據，即係究竟有百分之幾嘅乘客係會去得遠過廣州啦？唔少嘅，我話俾你聽，唔少嘅，真係唔少嘅，唔少嘅。幾多？我話俾你聽，一條唔少啊！即係個量，你用咩嚟對比咧？即係如果你話開始同埋慢慢 pick up 上去咧，最初個個都話行西鐵冇乜人坐，而家咪爆到。
七卡八卡，最初幾多，第時會幾多？我唔係專家，我冇得答你呢啲。我肯定我話俾你經驗係唔少嘅，個個都話呢條鐵整咗出嚟冇鬼用。喂，而家你搭機鐵嗰度都爆棚啦。我哋睇翻立法會文件好唔好？立法會文件係有數據嘅。好啊。立法會文件話俾我哋聽，第時高鐵嘅客量，離開廣州南以外長途嘅人其實只係佔13%。遠程我哋講緊去到2031年，亦都17%，去到2031年嘅時候亦都只係20%。其實係非常之即係少部分嘅人先至去長途。即係大部分都係去廣州落車算數咁解。都唔係。OK， 又去係點啊？大概六成嘅旅客，佢哋喺深圳落車嘅。哦，六成去。咁所以呢度就翻去一個問題啦，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喺深圳做一地兩檢？即係你頭先喺一開始嘅時候講過話。我去到深圳嘅時候就會又落車，跟住又上翻車。其實佢個目的地就係深圳，所以佢唔會落多咗一次車。OK， fair。咁嗱，所以我哋要處理一個問題就係話，原來我哋可以唔使搞咁多嘢嘅。原來我能喺深圳其實已經一個幾好嘅選擇。呢度仲未止，我哋仲要處理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就算搭長途車都好，可能喺深圳上車係好過喺香港上車嘅喎。點解咧？呢度涉及一個班次嘅問題，即係我唔知道海員有幾可搭，例如巴士咁樣。因為巴士咧班次好緊要，即係唔係淨係直達嘅。係係啦，你直達嘅話就即係如果你一日得一班嘅話，你直達冇用噶嘛，你都係結果唔啱你時間，你都係唔會搭噶啦。係。咁而家個問題就喺呢度嗱，政府嘅講法例如話香港去汕頭咁先算一日一兩班。計埋可能中途過站，佢冇公布，我唔知幾多啦嚇。咁但係頂籠唔會多過10班。喺深圳出發去汕頭，而家每一日有84班車。OK， 咁你一個咁大嘅差異，咁其實喂，我原來喺深圳轉車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喎，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可能好多人本身就已經會咁樣做。咁我哋即係唔好將呢個喺深圳轉車污名化咗，佢覺得哎呀咁樣就唔好啊，咁樣就冇咗個效率啊咁樣。俾我睇法，我而家就咁聽落嚟就話，喂，其實政府係某程度上係誇張咗嗰個好處，嚴重地誇張咗一地兩檢嘅好處係嘛 ？OK， 唔緊要嚇。好啦，咁就時間關係，我哋繼續推前啦。OK， 我想問翻阿梁博士啦 ，OK， 因為頭先我哋傾過啦，通關嘅方式有好多啦，咁啊，譬如芬蘭車上檢查、英法隧道嗰啲啦，咁兩地均有權喺對方嘅境內管制區就執行本地嘅法律嘅，咁啊，除咗政府一地兩檢之外咧，其實有冇其他模式，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高鐵模式啊？咁可唔可以快快脆脆講解一下嗰個模式嘅利弊喺邊度，或者？我哋有啲咩其實可取嘅咧？有嗱，而家坊間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案係提出嚟嘅。咁嚟最簡單嘅兩地兩檢，即係我喺呢、這個我照喺西九做呢個香港出入境。咁但係大陸嘅出入境，我就揀喺一啲內地嘅車站做，例如話福田啦，又或者係深圳北啊、廣州南咁樣。完全唔需要任何特殊嘅法例，而家已經係咁樣做，亦都正如我頭先所講嗰、那個呢、這個旅客嘅數字話都俾我哋聽，其實影響到嘅人唔係咁多。又或者你唔鍾意嘅，你係都要一地兩檢嘅，咁我哋連香港嘅關口都擺埋喺呢啲內地車站嗰度做又得，咁呢個係第二種方法。有啲人覺得唔係，我可以喺西九做一地兩檢，但我淨係授權呢個 CIQ 啫，咁點樣個司法程序點樣做呢？而家仲有好多人討論緊。又或者亦都有個講法話，我可以喺車上面做檢查都得喎。例如話長程嘅列車嘅話，咁我咪喺即係由例如話過咗呢個深圳河啦，去到呢個廣州中間，喂，仲有40多分鐘啊咁樣。我嗰40多分鐘派多幾個人上去搞掂佢得唔得咧？又係一種方案。如果你做呢種，仲可能慳到時間添，比一地兩檢更加慳時間。咁仲有一種方案就係話，可能我北上嘅時候用美國模式一個預檢嘅模式，咁南下嘅時候我喺福田嗰度做。嗱呢度座底有4-5種唔同嘅方案，咁當然仲會有一啲再激進啲嘅方法，就係不如唔好要高鐵啦嚇。咁嗰度有一種嘅講法，林林種種嘅方法係需要我哋即係香港要有足夠嘅時間去慢慢諗啊，究竟想要邊一種啊 ？OK， 咁但係你自己個人有冇咩譬如識頭先啊何議員問嘅啦 ？OK， 你俾 Plan A、Plan B、Plan C， 咁你自己有冇啲？我其實就覺得我哋而家需要做嘅嘢就係解釋俾市民聽，就話其實仲有好多種嘅方案。咁但個前提就係政府會做諮詢，唔好俾政府話俾你聽，淨係得呢種方法可以解決到。OK， 好啦，咁而家我諗 keep 住個位就係
政府根本就拒絕公眾諮詢啦。咁大家都其實都諮詢係咪何議員？諮詢係咪必須？其實唔係一定諮詢嘅好多嘢，不過諮詢係一個問題。因為咁最大嘅問題就係會更加好啲。如果當我哋有時間嘅時候，啲嘢唔需要急嘅咧，大家參詳下傾下有乜所謂咧 ？OK， 好啲。但當嗰件事如果話我哋有 time is of the essence 唔夠時間，咁呢個需要一個領導，需要一個領袖。需要英明嘅人嚟拍板咁樣，咁永遠都係拍一個拍板做一個決定，有人贊會有人彈，咁呢個就係要做領袖嘅嗰、那個、要承擔個政治嘅嗰個責任啦，有膊頭。咁如果而家話究竟有幾多方案，我聽到阿梁博士話，喂，我哋有而家香港政府淨係俾咗就香港 CIQ 喎，我覺得唔啱。我哋有美預檢，我哋有車上檢，有福田檢，同埋星馬檢，同埋有啲乜嘢檢啊，仲有咩嘢都掃曬出嚟，唔緊要，做個表咯，睇下邊度好咯。咁如果我嚟講一個普通嘅lay民咧，普通市民，哇幾過癮啊！如果香港裏面一站搞掂曬，我去上海又咩都好，你唔好理我係 17% 定唔係 17% 嘅人啦。但我已經覺得我上咗車之後快靚正瞓覺啊，做咩都好，唔好突然之間我同我女朋友喺度 wee 好開心嘅時候，不好意思，我們要嚟出山井咁，咁又俾你井井咁戇居居，大佬即係好唔慣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最緊要方便，你唔好煩到阿拉我。咁我覺得一站過曬兩個一齊喺西九度搞掂咪好咯，冇問題㗎。你就純粹覺得係係咁樣話方便啫嘛。你講咁多嗰啲所謂法律上嘅嘢，我已經答咗法律上，我絕對可以係支持得到 A 嘅方案。但係 A 嗰個好處係咪優勝於其他 B、C、D、E、F、G 咧？嗰啲辯論因為我唔係專家，但係以我角度嚟講，如果政府提出嚟 A 方案咧，係咪一個獨裁？我又唔覺得時間上同埋已經咁嘅情況 ，A 聽起上嚟我覺得都好方便啦、啊。好，去嘛，掂唔掂？先掂啊嘛，唔會俾法庭入面去長洲角嗰條友即係行出嚟有復檢，然後我成條鐵棘咗喺度，會唔會啊？唔會，點解？因為根據19条 certify 咗整個證書，這個係屬於一個咁嘅國防同外交嘅嘢，法庭都冇任何嘅 jurisdiction to hear the case team finish。OK， 得，咁我哋理解咗何議員嘅 position 啦。咁我就想問翻梁博士啦。OK， 咁而家頭先我原講過話，遲少少會有三個會，立法會有三個會，唔係遲少少，而家已經有啦，係三個會一起傾呢樣嘢嘅。OK， 同埋夠唔夠足夠空間討論呢樣嘢？你覺得時間唔夠？時間唔夠，真係唔夠。我已經講咗俾我。我諗你呢人即係做香港政府。所以如果你要愛咧，我就話唔怕，我哋費呢個洪荒之力。既然我要愛嘅，我要趕啦，即係時間唔夠，客觀噶嘛。咁我要，但我係好想趕喎。但我哋做法律人就知啊，時間唔夠，幾時都係要做一樣嘢，時間唔夠，盡趕咯。喂，聽日嗰間公司要上市，我哋要印嗰個咁嘅 bulk print 嗰個 prospectus， 時間唔夠。Burn the midnight oil 咯，但係如果時間已經唔喺你嗰度，就話唔得，我要慢慢嚟。對唔住 ，it's not you to make up the decision， 係人哋嗰個時間表，你要就人噶啦嘛。係呢度兩樣嘢，第一樣嘢其實政府已經有成七八年時間去準備呢件事，要搞 pat pat 嘅有啲嘢係咪？每次都係咁樣樣做，跟住今次最尾跟住就話係啦。所以如果真係唔夠，真係唔夠時間嘅話，何議員唔該譴責咗政府呢樣嘢先。冇問題，成日都可以炳下佢嘅，冇問題嗰啲。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要諗下，喂，咁我哋嚟緊應該點樣做呢？咁頭先我舉咗好多個例子啦，當中有唔少例子係唔需要任何特殊法律程序都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唔需要諗嗱，頭先講兩地兩檢或者喺深圳嘅一地兩檢，喂，唔係點需要特殊法律程序做到嘅喎？即係嗰叫當叫福田檢啦，係嘛？已經係我哋已經有㗎啦，嗰啲嘢。哦，簡單講叫福田檢啦，嗰只。咁其實係。即係我哋又唔好諗到話，好似話，趕唔切啦。總之呢個就硬食啦咁樣。咁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可以揀。係 ，OK。好啦，咁就唔係時間關係，最尾兩條 question， 一人一條。OK。咁我就見到啦，建制派今次其實係相當高調咁樣去落水加入宣傳呢個政府方案嘅。其實從你都係建制派一員啦。咁喂，其實你自己睇啊，政府同埋建制派喺呢個議題上高咧，即係對。將呢個議題向嗰個市民去解釋，咁同埋去宣傳，有冇優勢咧？我會咁講咧，就我好實際實事求是嘅人，做咗一定要做噶啦。OK， 點啊？唔係夾硬嚟，你睇得到你已經 OK 嘅時候，就大家會好開心，就有得用啊！咁啊已經 OK。香港人係最實際嘅，同你講咁多啲嘥 gas 冇用嘅，係咪先？最緊要實際。
會唔會做得到明年九月 ？OK， 當設定咗九月，你一定要做，鐵一般事就要做。咁排除萬難就九月去做，不過由現在知道明年九月裏面究竟用 A、B、C、D、E 方案裏面係點樣呢？我起步點就係 A 合格嘅，我都會支持 A。咁如果你有好啲嘅意見出嚟 ，B、C、D、E 裏面就可以同 A 裏面合拼有啲嘢。咁如果又咁又呢個又做法又得啦，叫合拼法啦。如果唔係話真係有奇蹟喎，梁博士，你整一個 B 方案出嚟，完全同 A 唔同，但係香港政府又接受喎，咁又講得切喺九月去做 ，fine 咪 OK 咯。我係咁簡單嘅啫。有冇回應？我諗好簡單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頭先有一個位咧，我係好唔舒服嘅，就話、是、方便大曬。我一開始已經係好 convincing。我諗我一開始已經講咗啦，如果你真係想方便嘅，取消咗條邊境最方便。咁但係我諗有啲底線，我哋必須要守嘅。咁我哋應該喺一個守咗啲底線嘅原則之下，嘗試揾一個平衡切中，令到香港人冇咁多憂慮。我又同答你一樣嘢，將我哋嘅時間線調翻前少少。最初喺呢一個深圳二線啊，嗰條線啊，冇人講話會取消嘅，但係噥一聲就已經取消。你要知道一樣嘢，嚟到呢一條咁嘅。即係深圳線呢度咧，特區呢一個咧係咪一定會係話一定會有？將來係喺兩地嘅嗰個居民，如果提出更加方便有咁合理嘅理由嘅時候，只要中央認為話我哋唔需要設呢條線啦，咁你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絕對有咁嘅可能性。呢、這個方便係就係會係作最重要嘅一個咁嘅考慮因素。法律上佢可唔可以取消？我亦都俾埋答案你。佢可以，係啊，咁但係可唔可以處理到香港人嘅憂慮？香港人會唔會接受先得？係啊，你要處理呢樣嘢㗎嘛。好啦，咁我又去第二條問題俾梁博士嘅，咁就係話假設就如你所講啦，我嘅特區政府今次真係呢個方案係大錯特錯啦。我冇前設嘅，就假設真係大錯特錯，你睇唔睇到特區政府會從善如流，會聽今次民間提出嘅方案，或者跟從去作任何嘅修改呢？佢做唔做係一件事，但我諗最少我哋喺民間社會一定要做足準備，做足個動員，向市民去做解釋，話俾市民聽，而唔一定要跟政府嘅做法，亦都要話俾市民聽，政府呢個做法會帶嚟幾多嘅問題，嗰啲憂慮係存在。即係我諗呢一樣嘢，我哋做足咗先啦。即係政府做唔做佢嗰一 part， 咁呢個我相信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應該做得到，負責任嘅立法會會夾佢夾到做得到為止。未必咯，你谂嘅，你就梗系咁谂啦，系咪啊？咁你都系议员嚟噶，系责任嘅，你明唔明？我觉得你系应该要。嗱，我话俾你听，未必点解咧？你要知道，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为我自己嗰区嘅居民，我会点样做？我有我嘅 mandate， 系咪先？咁我有我 mandate 嘅时候，未必一定系同你嘅 mandate 一样噶嘛。所以你话佢，你已经假设咗话负责任嘅情况下就要跟你走，我觉得就唔系咁解噶嘛。负责任并唔系跟你走嘅。負責任是要做諮詢的，我相信是。我都話，如果諮詢如果是有好多時間去做，冇問題。你做幾耐都做一百年都得，係咪先？而家我哋需唔需要去移民論火星？我哋一去講啊，講一百年後先去到馬來西亞冇添，即係三十年後已經移民論火星，咪講住先咯。有時間嘅時候，你乜都得，但係擺到明，喂，要聽日要做嘅，仲要諮詢咁耐，你都根本離地三寸啦，行路就係咪？好，咁就我諗。係啦，我哋呢集時間其實我哋都 overrun 曬㗎啦，咁就多謝兩位啦。咁就一地兩檢方案呢，應該我相信都喺下半年香港係非即係個焦點嚟㗎啦。咁雖然公眾未必可以改變到個結果啦，我相信。咁但係其實個方向個方案影響真係舉足輕重，一定係好大影響㗎。咁即係我希望大家都依然到時好關心㗎啦。嗯，多啲同議員溝通咯。一定溝通要。咁、okay, 好啦，咁係網絡打假咧，係每月一次嘅節目嚟嘅，係由香港獨立媒體製作啦，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贊助嘅。咁就希望理性分析嗰、那個網絡傳聞啊，網絡嗰啲資訊啊，咁啊同埋多角度了解成因啦。咁如果大家有見到一啲網絡資訊值得討論嘅，咁啊歡迎去到獨媒嗰個 Facebook 報料。咁最後請大家支持捐款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咁就等我哋可以繼續製作呢個節目嘅。咁下次再見。